MG 名爵自1924年诞生以来，就致力于为年轻消费者打造更具驾驶乐趣的专属座驾，而同时，车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生活的重要配置。第一辆车对于年轻人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它不仅要具备澎湃动力，同时也要兼顾出色的燃油经济性，更要轻松上手，保证高水平的出行品质。针对不同消费者对动力和操控体验的不同需求，名爵 ZS 提供了多元化的动力组合。借助上汽世界级蓝芯高效动力科技，新车提供 1.6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匹配六速自动、五速手动和四速自动三款变速器，采用 Start Stop 技术，全系车型百公里油耗小于6升，打造更贴合消费者需求的用车解决方案。其中 SGE 1.6T 发动机采用缸内中置直喷涡轮增压等领先技术，匹配爱信第三代六速自动变速器，最大功率125马力，峰值扭矩170牛米，动力性能优于主流 1.6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新一代的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则匹配五速手动变速器和爱信第三代四速自动变速器，最大功率120马力，峰值扭矩150牛米。如今，节能环保已经成为全球发展趋势，体现在发动机技术上，涡轮增压发动机建成主流，同时排量逐步降低。早在2015年，上汽就率先推出了蓝芯战略，通过动力技术的提升来满足广大消费者对绿色、环保、高效的动力消费需求。不只是发动机，与 SGE 1.6T 发动机匹配的第三代爱信六速自动变速器同样亮点十足。该变速器技术上非常成熟，与发动机配合默契，起步平稳，动力响应及时，加速平顺，换挡迅捷，为驾驶者带来完美动力与操控体验。好开好用，又能优化驾乘舒适性，同时也能将油耗保持在更低水平。凭借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技术优势，以及对年轻消费者敏锐深入观察，上汽为名爵 ZS 配置了舒适节能的黄金动力总成，打造了同级最强的性能表现和丰富多样的动力组合，将为这一代年轻人带来更高品质的驾乘体验。